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仙观》。很多事情啊，我们大概数字啊，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啊，因为你如果只有一个数值，我们来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啊，会比较有点偏颇的意思啊。所以比较之下，譬如说我们某一个科室，它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它表现得好的时候，我们从医病互动的一个关系可以得到证明。另外呢，我们如果从这个相对的数值，在全国大家治疗同一个疾病，它的一个成效结果，五年存活率、并发症的一个状况，再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有绝对也有相对，这个达到我们对一个全貌的一个了解，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忙啊。大概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全貌性的去思考，这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再举出一个相对，给大家看一下，你不看也许还不会觉得这个差异性是这么大。这同样是皮肤哦，我们人体的皮肤啊，最薄的跟最厚的，两个人差距会是如此之大。这是我们的眼皮的地方，这是我们脚掌的皮肤的地方，所以每个地方都会因为它的一个环境的关系，它的一个需求。譬如说眼皮，如果我们变成是脚掌的那个皮肤的话，你白天太阳再怎么大你也起不来，整个把它盖住了，永远是黑夜，这不行啊，而且太沉重了，这也不是我们能够这个适合的，每一天需要眼睛这样眨动次数很多的一个场合。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它环境的一个变化所引起来的那样结构性，虽然它的一个单位，它的一个层次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安排，但是显然厚度就差很多。我们提到我们的这个皮肤，再提到我们的一个毛发这个地方来给大家看的时候，这个对于我们的一个头发的一个认知啊，大概我们要了解生长期、退行期以及休止期。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毛发要长出来，是有发根这个地方，发根这个地方它有孜孜不倦的在这个地方把营养的物质送到这里，透过这些血管，那把这个物质送来以后，制造出头发的这个原料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头发出来以后往外长，这就是在生长期的时候。生长一段时间就好像劳基法要保护一样，过一段时间你要休息这个休息是休止期。可是在进行到休止期之前，譬如说礼拜五的时候，大家心情就会比较放松啊，想明天就放假，心情啊，老板再对你不好一点你还可以接受啊，礼拜五。所以选择对同仁啊互动更深刻的地方啊，可能是在退行期的时候，就是它在转折的时间。好，我们在以头发来做例子来看的时候，大家想一下，它退行期大概会有多久的一个时间呢？这个退行期大概2到4个礼拜左右，意思就是说，它这两个礼拜到四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毛发的生长的一个这个力道会减弱，会减弱，然后再进入这个真正放假的时间呢？放假多久？2到3个月。放假放2到3个月，哇！你说这个，这个待遇实在很好，一放假可以放到2到3个月，可以安排很多的事情啊。是，假如你跟他一样，他的一个生长期是3到8年，我们的头发孜孜不倦的工作3到8年以后，才能够得到2到3个月的一个休假，这已经是非常辛苦了。所以，我们对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头发，要非常感恩啊。所以中间需要有点转折，所以那种心情的一个转换呢，其实也是很重要，让这个事情可以周而复始。它就是同样的一个时间呢，来去做这样的发根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发根都是同步？那同步还得了？我们的头发就一下子突然间就掉光了，不可能。它不同步，然后造成这样的一个我们毛发的一个不影响外观，但是它也可以轮替的一个休息啊，这真的是非常奥妙的地方。所以看的是一头的一个头发，是烦恼吗？可是里面你看到它智慧的一个安排，整体的一个结构啊，都是让人家叹为观止啊。好，
这个头发发型啊，也跟着现代人啊等等各方面的，也都是在发型上变化很多。这个以前呢、啊，理平头、平头，那或者是尖头慢啊等等的这个发型啊，都是每个时代有它不同的一个流行啊哈。这个是在芝加哥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得到，他们整体的那样的一个空间的呼应啊。不只是内部空间的一个明亮辽阔，可以感受得到艺术品散发出来那样的一个人文的一个那种感动以外，跟外界的一个建筑物也有那个互动，那个旁边的公园等等，这是让人家觉得这个让这个心情啊，一个城市的一个律动啊，从这样的一个角落中可以感受很深刻。好，那你这个一个是平头，一个是尖头慢，那显然是一个男生的一个雕塑的头型在那样的一个位置嘛。我们再仔细给大家看，这个是确实是尖尖的，这个是平头的一个状况。这个是雕刻品，是杰克梅蒂啊，瑞士的一位有非常有名的一位雕刻家啊、他弄的。这其实是代表的是人形啊，哎，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那如果说是男的女的，这就很容易判定了，因为男生比较高的平均的，那女生比较矮一点，所以是这样子就可以约略可以做一点区分的。那如果再把局部那个地方啊再看得更清楚的话，这个是女生是毋庸置疑啊，因为这个胸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手在这样的位置啊，嘴巴在这样的位置，是女生没有错。好，那男生呢，男生你特别注意一点的，这个男生的脸上最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杰克梅蒂啊，我们对艺术家的一个观察大家要非常深刻了解，因为他能够引起我们心灵很多的一个互动，背后一定他了解很多的事情。他就判定了男生脸上的器官最重要，他为什么不放一个鼻子呢？他放一个眼睛啊。所以确实男生是一个眼睛靠视觉的一个动物啊，所以男女摆在一起啊大概是这样子。好，毕卡索，请问您，这是男生女生？每个人这个观察点可能不一样。刚刚这个贾科梅蒂啊，他讲的是男生是眼睛啊，这个毕卡索讲男生的特点是嘴巴，只有一张嘴巴，光靠一张嘴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西班牙的米罗啊，他同样强调眼睛，所以眼睛大概还是大家公认为对男生讲起来性别上有点不一样，女生是耳朵，男生是眼睛啊为主的视觉为主，女生是听觉为主。那是北欧的国度里面对女生啊大概就更加认同啊，所以你看女力的代表啊，这个女超人的形象是这样子。美国男人这上面有一个女人踩着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个男生跟女生的一个对比可以看得到，确实这个男生比较小，女生呢、啊、比较有他的一个支撑力，在那样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舞台的时候，其实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啊可以看得到进步的一个轨迹啊。好，男生女生疾病的不同也有啊，当然大家知道这个荷尔蒙的改变啊，她怀孕啊，这个等等疾病当然会有，就算两边都有的各骨头。这绝对骨折男生是多很多啊，所以表示这个活动性啊机动性讲起来男生相对这个多，所以他发生这样的一个骨折的一个机会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骨折的时候，当然局部那个地方会疼痛肿胀，这不在话下，但是更重要我们要把这个影像上判定得更清楚，因为是牵涉到足踝的这一边内侧跟外侧这个地方都有骨折的这个状况，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复位的很好。而这个又是很年轻的一个病人，三十几岁的一个病人，所以这个脚是我们能够安身立命，能够立足天下非常重要的基石啊。所以这个地方要稳固，要把它复原的好，那它旁边的一些肌肉啊、韧带才能发挥很重要的功能。那这是男生吗？这是女生？那这是女生不太容易发生啊。那为什么？滑手机又在楼梯的时候，要走楼梯的时候滑手机，就这样摔下来造成的一个骨折。所以告诉我们说，手机这个东西不是那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随时无时无刻必须要去看的东西啊。一不小心呢、啊，虽然现代的医疗是进步很多，我们可以把它重新给它整复的、修整的、对得很好的一个状况，但是总是啊无妄之灾啊，因为你这个不跟他好好治疗的结果，这个摩擦的结果，年轻最后发生一个骨关节发炎的一个机会就大。所以拿起手机看着他，然后把它放在口袋里面，长一点时间。
您收看。